而且现在正值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际，如果说您可以拿出一个新的政策，对您的续任真的会很有帮助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董事长，可能我的这个提议有点唐突了，但是还是请您要仔细的考虑一下。好，你这个提议我要仔细考虑考虑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好，那董事长我就先走了。坐吧，坐吧。小小，最近公司有些风言风语，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？上班枯燥乏味，这八卦总是有的，但都是一些有的没的，所以我就没往您那儿传。再传我的呢？有关于您的，也有关于林总经理的，还有关于我的。再传董事长换届的事，确有此事。他们再传我在位期间业绩平平，他们就赶紧跑去支持林毅了。董事长，他们支持谁不重要，只要董事会支持您不就好了吗？关电脑吗？不可能啊！我清楚的记得，我关了电脑的。你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国外找来的那个黑客吗？我记得呀，那个倒霉的查理。我记得他说过，林毅的电脑做过特殊处理，有一个高手在帮他。你是说我的电脑被黑了？嗯。董事长，我今天刚刚按您的要求把那批钻石的尾款打出去了，那这个黑客不会是冲这个事儿来的吧？你再去找一个高手，彻底检查一下你的电脑，做好一切能够防范的措施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矿焰，董事长，电脑的事情查清楚了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在我电脑里植入了软件，可以远程唤醒。电脑中的账他都可以看得见。就在昨晚，特批的钻石交易和地美矿业的账被人拷贝过了。你怎么搞的？
难怪最近我们那么被动，原来问题出在你这儿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以后这些账不准在公司做了，你需要一台更为安全的备用电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林毅可能查到我们最近的往来交易。如果最近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的话，你最好不要来找我。别忘了，你可是这个世界上他最恨的人。喂，董事长。进。董事长。坐吧。你之前的提议，我认真的考虑过，以你的能力，确实完全可以创立一个新的品牌，我同意给你这个机会。谢谢董事长。但是新的工作室，我只能给你设计自由，财务和销售还是要统一到公司这边的。好，我明白。这个消息要暂时保密，直到它该发布的时候。OK。OK。一会儿就到。嗯，你之前让我查的事儿终于有眉目了。关于陶乐奇，对，这是我目前掌握的资料。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好事成双。还有什么好事？暂时保密，不过到了适当的时间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的。好吧，我忍。哎，对了，我发现东城和陶乐奇最后一笔交易款打到了一个叫地美矿业的公司。地美矿业？对，陶乐奇肯定和这家公司有关，要么是实际控制人，要么是高管。而且我还查到，这家公司在上海有家分公司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哇塞，林哲，你的效率真的是……但是你查这些的话，你们王总监会不会有所察觉啊？嗨，我呢，也就是在你这儿效率高，我在我们部门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小海龟，向来按部就班，只求比那些大哥大姐们慢。所以你就放心吧，王总监不会觉察到的。哎，你现在拿到这些资料，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我打算要探一探这个陶乐奇的底。把这个拿进去，问问看前台有没有一个叫陶乐奇的人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这里不会装了什么违禁品吧？空的，放心吧。那好吧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啊，你好，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人叫陶乐奇？只有他一个快递，一定要让他本人签收。抱歉，我们公司没有陶乐奇这个人。啊，没有这个人？这个快递还要付费呢。
抱歉，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个人。那好吧。你们公司确实没有陶乐琪这个人吗？确实没有。没有就对了。哎，你说的没错啊，确实有问题。我是从来不会往公司寄快递的。刚才居然有个快递员拿着快递来公司找我，说还让我亲自签收，这不扯淡吗？放心吧，上上下下都已经安排过了，我就是空气。我在地美矿业就是个闲云野鹤，熟人的生意已经够我做的了，没必要在公司干个实职什么的。好，回头见。他们公司的前台说了，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哦，好吧，谢谢你帮我扔了。扔了？啊，扔了，谢谢。那好吧。什么事这么急着要找我？你知道地美国际矿业公司吗？他们是一家跨国的矿产公司，国内很多珠宝公司跟他们合作。怎么了？那当年唐婉容的案子和这家公司有没有关系啊？当年的工业用矿确实是地美矿业的，但事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对外隐瞒矿产的工业用途，问题可能出现在中间人的身上吧。也许这个中间人急着要赚提成，这才对东城隐瞒了真相。这个中间人的名字叫陶乐琪，对，就是他。但开庭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失踪了。李卓然一直跟陶乐琪还有地美矿业公司有合作。李卓然入主东城之前，好像也做过宝石生意，他跟地美矿业有联系不奇怪啊。李卓然认识地美矿业，唐婉容因为地美矿业入狱，李卓然入主东城之后还继续跟地美矿业合作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？唐老师出事之前，李卓然有跟他表达过想要进入东城董事会的愿望，但被唐老师拒绝了。哎，星妍，你为什么这么纠结过去的事情啊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如果能帮唐老师翻案，林毅早就做了。你呀，这就是看三国掉眼泪，替古人担忧。妈，好久没来见您了。这次来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您的案子终于有眉目了，找到了线索。虽然我还没能见到陶乐琪，但是我相信，等到我的工作室建立起来，我一定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人。另外，最近这段日子，我对林毅这个人又有了新的认识。我觉得他总是在我快要彻底对他绝望的时候，又给了我希望和惊喜。我知道除了见识，识人也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一课，我会继续努力下去的。林总不在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好嘞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
小娇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坐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李卓然让王婉东加密了电脑，还启用了备用机。我知道了。幸好我来了一趟你的办公室，不然这份荒谬的合同我就看不到了。小娇啊。如果你随便动我东西，当时有 Arena 的备选计划，根本就不会让公司蒙受任何损失。你为什么还要用你的股权去换那批钻石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帮他吧？帮谁呀？你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些股权，你就为了他这么轻而易举的扔出去，还什么都不在乎？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小娇，你就这么看重股份吗？你知道我不在乎股权，我在乎什么？你心里很清楚。这些年我一直跟随在你身边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，我只想要在你心里有那么一丁点我的位置。你喜欢顾心妍对不对？无稽之谈。那你这么帮他到底为什么？我最后再说一遍啊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东辰。小娇，你现在就是要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其他的事情你不要过多的操心，好吗？你拿我当什么？我是一个人，我不是一个工具。地美那边的尾款都已经结了，这些是你的，拿走吧。李总，谢了呗。最近林毅看得比较紧，咱们的合作要搁置一段时间了。这事儿啊，你不用和我说，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了。马哥同意就成。你少拿马哥来压我。我在东城内部将开办一个工作室，以后还是用工作室的名义和地美合作。您高明，我这就回去跟马哥知会一声。谢了。邢岩那个工作室的事情，你尽快把手续理顺一下。董事长，你真的决定要做这个工作室吗？现在张汉莹入主了采购部，宝石采买这一块儿，以后就别想有什么业务可做了。而且董事长换届在即，我要是没点更亮眼的举措，怎么服众？也对，你说的对。如果顾星岩创立的新品牌真能和林毅的遗忘平分秋色，与我与东辰都有好处。嗯。但这个工作室在财务上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。我明白了，董事长您放心吧。嗯，你在你们部门抽调出一个人来配合你，专门负责这个工作室的日常财务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哎，胡总。哎。嗯，你好。有时间吗？想约你打个球。有林毅，有 Lucy Lee， 你来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我早就摩拳擦掌了，就等着在高尔夫球场上一较高低。行，那球场见。好，再见。董事长，绅士的胡总约打球。哼。哎，
这哪里是打球啊，这是另一个方式的打擂。球场上不仅有林毅，还有璀璨的那个 Lucy Lee。孟总监，恭喜啊。恭喜什么？上周以望月周销量国内排名第一。哇，总监请客，总监请客，总监去。销量第一那是你们销售部的功劳，孟总监应该恭喜你们才对。嗨，这个功劳我们哪敢抢啊，说苦劳都没人认可呢。销售报表好看，功劳当然应该记在销售部啦。我们这设计部也是跟着沾了光。对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以万周销量排名第一，而且最近大家也辛苦了。那么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牛排。哇！王总监一起来吧。啊，对了，董事长叫你过去一趟。哦，好，就按照我之前说的改就好，好吗？董事长，您开始养鱼了？嗯，养鱼可以陶冶情操，也可以转运。养鱼呢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小鱼注定要被大鱼吞噬，所以呢，想要存活，要么自己变得强大，要么找到依靠。啊，对了，工作室的筹建手续我已经交代下去了，很快你就可以投入工作了。我只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我明白。啊，还有，明天我会和林总和盛世投资的胡总打高尔夫球，你也一起去吧。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，打开看看喜不喜欢。啊，这个不是今年最新款的包包吗？我一直都想有一个。女孩子嘛，总得有几个像样的包包，以后那些山寨会少用一些。啊，姐，你干嘛揭穿我呀？这个包很贵的吧？没多少钱。前一段时间呢，你辛苦了，这就当是姐姐谢谢你的。我得谢谢姐，我本来以为第一个送我这个包的一定是我的男朋友的，结果没想到是姐你送给我的。哦，对了，姐，你这个是自己出钱买的呢，还是公司出钱买的呢？如果是你自己花钱的话，我挺不好意思的，我不敢要。这个包既是公司送的，也是我个人送的。我跟公司呢，都需要你好好的待在你们顾总监身边。对了，你和他还是好朋友吧？啊，是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跟他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们呀还是像以前那么好。那就好。有一件事情我需要你答应我。嗯？有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该不会是又想让我当间谍吧？那这个包我不能要。你想多了。公司花了那么大的成本来培养他，也是需要从侧面保护他和了解他的。变相的说呢，你也是在跟着我们一起帮助他。哦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想一直在公司做庶出吧？这嫡系的名额可是很有限的。看你表现了。哎呀，那行吧。那就谢谢姐啦。啊，真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哦，低调低调。东辰已经很多年没有推出新的品牌，原有品牌受众的针对性也不是特别强，我们甚至是拱手将一部分市场让给了竞争对手。
所以我决定开办一个新的工作室，为新品牌的推出做准备。那么新工作室的总经理，我建议由顾新言来担任。董事长的这个提议有些唐突吧？创办新的品牌，延伸市场，这样的举措难道不是林总倡导的吗？怎么我操心起来，你倒觉得唐突了呢？我早就提出了由我全面负责东城的日常运营，只不过董事长突然出差给耽搁了。你不会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吧？把公司的经营工作搞上去，是每个董事都应该尽心尽力的。这样，既然大家都在，我们就举手表决吧。同意创立这个新品牌，并由顾兴言担任总经理的，请举手。同意。远远超过半数，决议通过。董事长要给你开设工作室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也像李明康一样，消息这么灵通啊？听部门同事说的，这是你的主意吗？嗯，是我跟董事长提出，我想要在东城建立一个新的品牌的。这就是我这两天一直跟你保密的开心的事情。星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每个设计师都想要拥有自己的设计，自己的风格，而拥有自己风格最快的途径，那就是拥有自己的品牌，不是吗？李卓然跟供货商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你知道的，而且可能还有更多，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保持距离呢？工作室是东城的，新品牌也是东城的，不是李卓然他自己的，你放心。我是怕你招了这个老江湖的道，想抽身就难了。谭友，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，但是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，也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一个选择。哎，你们那个什么助理联盟啊，还是秘书联盟啊，是怎么回事？助理联盟就我们几个助理啊，在一起凑个群。老爸，我给你看看手相啊。胡总啊，哎呦，这么一大早打电话，有什么吩咐？走啊，打球去啊！打球啊！走啊，走啊！哦，好嘞，好嘞。那咱球场上见吧。行，球场见啊。好。老大，这盛世投资主动接触我们，几个意思啊？不只是我们，还有璀璨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那个助理联盟群里啊，我看见那林威发的，董事长过两天去打那个高尔夫去。吴凡，这是要比武招亲，货比三家呀。嗯。小顾。林总好。董事长早。哎呀，我听你们来的，结果你们都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胡总，哎，走，恭候多时，恭候多时，快走吧，有请，有请，走。好球，好球！哎呀，这杆可是考验胡总心理素质的时候了啊！哎哎，你们都打得那么好，我很紧张的。哎呀，这比起做生意来呀，高尔夫球还是难多了。胡总，啊，您在投资界叱咤风云，远胜在球场翻云覆雨啊。哎，是是是，不过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。其实呢，今天约大家来呢，并不是希望在球场上拼个你死我活的。我在想，咱们能不能联手在生意场上搞点事情？愿闻其详。
简单的说吧，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们呢，都转到文化呀、影视行业去了。我呢，不羡慕，我也不嫉妒。我最近只对珠宝行业感兴趣。第一轮的规模嘛，15亿左右吧。从我做的功课，还有团队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呢，目前国内只有2家珠宝公司值得投资的。所以开诚布公的讲吧，我希望选择一家公司来合作。胡总，您这何止是开诚布公，您这直接就是把绣球挂在城楼上了。您是想让我们2家抛绣球招亲，吃王争霸呢吧？反正就这么多钱嘛，你们明着争，总比暗地里较劲要好吧？我跟东城啊，走过了暗地里较劲的阶段了。没错啊，我们现在不暗中较劲了，基本上一见面就直接动手。是啊，我们已经开始动手了。最近我们璀璨的一系列动作，你们都已经有所耳闻了吧？胡总，如果能够得到您的驻足加持，对我们璀璨，那可是如虎添翼啊！哎呀，我们东辰早已经就在国内市场站到第一位了。我们下一步的目标不仅仅是国内市场，我们更看重的是国际市场。这个我知道，林总以万品牌的灵犀已经在香港拿了国际大奖了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灵犀的设计师顾新言。哦，顾小姐这么低调的，就在我们身边一站，不声不响的。要不是林总介绍，我还真不知道身边就站了一位获国际大奖的设计师呢。其实我就是平台好，特别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。不过说到这儿，也特别感谢林总，谢谢您把我的作品拿到香港去参赛。林总还是高瞻远瞩啊。我们继续吧，走吧。顾小姐，有日子没见了，你已经是设计部总监了，真是平步青云啊。哪里都不平，也一点都不轻松，是一点点努力来的。啊，对了，李总，一直想要当面跟您道谢，谢谢您的助攻。顾总监，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都怪二月那个假洋鬼子。之前他在东城待得不舒心，就向我们璀璨抛出了橄榄枝。那次活动的内容明明是他主动泄露给我的，偏说是我找他要的，还嫁祸给你。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。Arena 竟然能够把李总都拐带进去，看来真是不简单啊。是我低估他了。啊，胡总他在叫我们呢，我们快过去吧。胡总，胡总，啊，我们璀璨最近啊门店增速很快，在您公司附近就开了一家。哦，这么巧啊！是啊，那有空我看看去。哎，什么时候你想去，跟我打个招呼，我陪你一起。好啊。哎，刘鑫啊，门店扩张速度快，这事没什么技术含量吧？只要资金足，门店想开多少就有多少嘛。啊，这只是我们增速的一部分。最近，我们也新增了设计部门。哦，你们刚增设计部啊？我知道，那设计师是叫丛飞吧？从我们东城过去的。哎，设计师，这球你来打。我来吧，去吧。谢谢。肩膀放松，不要紧张。哎，好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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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啊！哎。今天球赛看明白了吗？这个胡总是想要把钱投给我们。嗯。那为什么他又会去找璀璨的 Lucy Lee 他们一起过来呢？资本的小算盘而已，无非是告诉我们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。如果不和他们做朋友，自然有人要跟他做朋友。但想要留住朋友，是要付出些代价的。明白了。
胡总对你的印象不错，看来他的眼光不只是在国内市场了，所以工作室的事你要抓紧了，新品牌相关事宜要尽快张罗起来，盛世的投资有可能指向工作室。董事长，我有一个忧虑。东城现在大部分的看货权还有采购权都在林总这儿，我担心可能会对工作室造成一定的制约，有没有可能为工作室单独开辟一条宝石采购渠道呢？这个问题你先不用担心，在董事会上林毅是讨不到好处的，等拿到了投资，我会把东城的资源向工作室倾斜。谢谢董事长。妈，去酒吧，大家一起去呗。哎，秦爷，过来坐。过去吧，董事长让你到那边去坐。谢谢。最近我和林总经理跟盛世风投接触了一下，盛世对东城兴趣很浓，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讨论一下该如何与盛世合作，或者说东城应该拿出什么条件来吸引盛世投资。我最近呢，从侧面对盛世的胡总做了些了解，这个人很强势，属于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据我所知，他所投资的任何项目，无论多少，他都拿了股权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东城和盛世合作的话，恐怕要股权投资才能行得通。这个盛世投资想要回报这事儿无可厚非，但是据我所知，盛世的 VC 中没有懂钻石的。而且如果一旦拿到股权，他们势必要参与东城的运营，如果水土不服的话，那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。林总，你应该知道，胡凡不止对东城感兴趣。那场高尔夫球我没去，但是现场有个叫露西丽。这个人我知道，这个是个跃跃欲试的替补者，一旦有机会，啪，马上就变成场上的主力。如果胡凡失去了对东城的兴趣，他就会转头璀璨，那样的话，对我们东城影响会很大。国内近年兴起的风投公司确实不少。但盛世是目前看最适合东城的一家，这点林总不反对吧？璀璨已经融资了十几个亿，东城想要打赢这场仗，需要的资金只多不少。最关键的是机不可失。胡凡是个精明的商人，他的精明就在于他只投资不投机，而且我不认为只有股权投资一条路可走。